芦苇塘的面积确实很大，即使说敌人的火力密集，而且射程惊人，但还是力不从心。叼住了削好的尾管我把脸悄悄的没入水下，双手抓着尾根垂直起落，既不使芦苇异常的晃动，又可以使身体慢慢下潜，如同沉底的青蛙，直到蹲进了河泥里。 两架呼啸的直升机，依旧一左一右并驾齐驱。他们扫射完一轮，又装好了子弹，准备新一轮的扫射。刚才的威慑是在警告，警告我不要轻易还击，否则打碎的就不只是芦草和建设起来的泥浆，而是我的肉身。与此同时呢，这几个海盗还可以从容地采取下一步措施。 我从厮杀的地狱摸爬滚打出来，成了一个想忘却杀戮却又被杀戮激活的男人。面对敌人的阴险，自然能看透他们的花花肠子。他们压低飞翔，就是想利用螺旋桨的巨大的风力，吹开浩浩荡荡的苇草，将我暴露在机枪射杀的视野里。 我听见了两架直升机突突突突的噪音，从山脚下的芦苇荡边沿朝我这里逐渐的提高了分贝。他们飞过来了。我跪在一米半深的芦苇荡水底，尽量的蜷缩身体，减小可能中弹的面积。除了丝丝细微的呼吸，我眼前还是漆黑一片，没有视觉和嗅觉。 当湖面上强大的声波震动和螺旋桨掀起的风力，迫使水波左右晃动，我都能清楚的感觉到，两架搜索过来的直升机很快就要从我的上方掠过。厚厚的狙击伪装裹在我的身体上，上面的布条犹如一根根浮动的海带，将我伪装成了一大滩水草。 假如敌人只用眼睛不用思维判断和推理，休想察觉出这就是他们要射击的目标。声波越来越大，水面上的晃动也越来越强烈。虽说敌人很难发现自己，但毕竟是在对方的机枪下面。假如他们谨慎入微，凡瞅见水下可疑的阴影，便射来几颗子弹，我可真的要沉尸烂泥了。 一想到这里，冷水直往我竖起的汗毛孔里钻，令我忽冷忽热，难受异常，不禁哆嗦了几下，并且我已经感觉到有什么黏糊糊的东西正使劲的吸附在我脸上划出的伤口中，抓在尾根底部的双手无法空出来一只，去揪面部那令人惊恐的东西。 生怕一不留神，蛙式爬浮的身体会像木塞那样“嗖”的浮出水面。对于我来说，这又是一个漫长的一分钟，它令我度日如年呐、啊。两架猎杀我的直升机擦过头顶，朝芦苇荡深处飞去。我几乎窜出口腔的心脏，这才略略的恢复，没有跳出来砸进软泥底下捡不回来。松开了攥着的尾根。 让身体自然而缓慢地浮出了水面，伸直了双腿，虚踩底下的河泥，保持站立的姿势，同时拽过了身后的狙击步枪，使之夹在随波晃动的芦苇丛中，鱼目混珠地斜竖,竖起来，指向一千一百米远的两架铁鹰。枪管的弹道可能有些潮湿，但里面肯定没钻进泥沙或者其他杂物。 安全套的效果还是很好的，用在人身上可以预防病菌甚至病毒的入侵；照在枪管上呢，无论如何下海，同样的可以拒绝泥沙入侵。那几条黏黏糊糊的东西，在我的头冒出水面后，仍旧贪婪的吸附在我的面部，脸上瘙痒刺痛，像是涂满了辣椒。 眼睛和面颊血肉相连，快速而主动的贴到了狙击瞄准镜上。早点干掉那两架直升机，好腾出空闲来处理这热辣辣的痛啊！远处山头上的太阳开始泛起了余晖，有了夕阳的雏形。狙击瞄准镜里的世界充满了血色。 两架扇动着螺旋桨的直升机悬浮在绿色汪洋的深处，酷似印在冲洗底片里的两只蜻蜓。芦苇荡的尽头，犹如刮起了台风，无数无细长的尾杆被气浪蹂躏的左右摇摆，如高举双臂跪天疾呼的饥民。你呼吸的翅膀，吓哭上帝的婴儿。 趴伏在结实的大地上，感恩生命。我一边默诵圣经当中的段落，一边调试着狙击枪瞄准镜的焦距。由于站立在水中，胸口来回晃动着湖水，狙击直升机的难度较大。我抬起了脚跟，让脚尖像钻头一般使劲的插进了水底的淤泥中。这样一来呢，身体就像是砸进水中的一根木桩。 削减了水波的摇动，梯形瞄准线逐渐对焦。右侧那架直升机尾翼没与我的视线垂直，先打落它很有必要。砰！一颗饱含愤怒的子弹在窜出了枪膛的瞬间，震开紧挨枪,枪管顶部的芦苇，朝瞄准线已对焦的目标飞了过去。狙击镜中。 螺旋桨下的金属转轴嗖的擦出了一道火光，接着烟火如同突然长出了的黑尾巴，逐渐蔓延到了芦苇荡上空。右侧中弹的这架直升机像被猎枪打伤的苍鹰，机身开始剧烈的摇摆，并失控的朝湖水倾斜过去。机舱前端的飞行员坐在坚固的防弹驾驶舱里，一时无法脱身，只能随着坠毁的直升机。 一起没入深深的湖底。但机舱上面的那个机枪手以及四名手持 M 幺六自动步枪的海盗反应是相当的敏锐，立刻从二十多米高的舱门口跳了下来。他们即使有降落伞，也发挥不出保护作用。下面是厚厚的苇草、软软的泥滩，五个不想陪驾驶员水葬的海盗一起被摔死的概率不大。 但肯定要受些轻伤。第二架悬浮在芦苇荡上的直升机，见伙伴被狙击枪击中坠毁，立即关闭了旋转的螺旋桨，让机身呢在最短的时间内垂直下降。我失去了目标，无法再破坏敌人的飞行工具，但我清楚的知道，这架直升机上的六个海盗会很快的协同那几个同伴。 然后形成波浪队形推进过来，比起刚才的机枪子弹，这样的武力搜索将更加的密集，更具有超底性。这期间呢，我伸手摸了一下脸墙，那几条软体东西立即缩紧身体，猛地朝我的伤口里钻。低头看看水中的倒影，只见四条吸足了鲜血的蚂蟥鼓胀着饱满的躯体，悬挂在我的眼角和腮帮子上，仿佛。 哭出来的血泪堆积到一起，不肯落下。这个时候，我根本来不及处理他们，因为那十个海盗抱着自动步枪正朝我跑过来。我咬紧了嘴上的细长的尾秆，像一条反应灵敏的鳄鱼一般，又慢慢地沉入到了湖底。有了这节小小的呼吸的工具，我在水下的潜泳便有力了很多。一来呢，能放慢速度。 防止泛起大的水波，二来有时间拔出匕首防御黑暗中进攻我的水兽。凭借入水前的记忆，沿着没入湖中的芦苇荡的边沿朝直升机迫降的位置游去。这段一千多米的潜游异常的危险，在冰冷黑暗的湖水当中，我多次遭受莫名其妙的雕琢。 仿佛无数溺死在湖中的小野人，正用双手抓住我的裤管来回的摇摆，惊悚的令人泛起一身的鸡皮疙瘩。我不敢睁眼，即使睁开也看不到什么。那些或许是半米多长的草鱼，或许是大鲤鱼。每当他们靠近骚扰我的时候，我便挥动着锋利的刀刃砍过去。到底砍伤扎上了几条，我心里也不清楚。 幸好这群家伙呀、啊，没食人鱼那样的牙齿，否则的话，不等我浮出水面，变成了一副血肉骨架了。大概过了十分钟，散落进芦苇荡的十个海盗已经和我交错而过，我继续的朝芦苇荡深处潜游，他们带着愤怒继续的向芦苇荡外延包抄。 再次顶到无数细软草根的时候，我慢慢的浮出了头部。四周依旧环绕着细密的芦苇，将我严密的包裹在里面。我动作不敢太大，生怕直升机附近有留守的敌人。我摘下了背上的 AK 步枪，但枪管前端的安全套并未取下，因为现在仍然属于时隐时现的状态，枪管内部一定要保持清洁。 如果与敌交火，子弹的冲击力自然会破逃而出，准确的命中目标。手中的一把匕首已被我改装成了雪亮的刺刀，我用它轻轻的拨开了稠密的尾腰，视线透过密密的条杆，已经可以看到那架迫降的阿帕奇了。一个腮帮子刮得泛青的海盗，戴着一副暗红色的眼镜，正撅起屁股在检修机械。 他并没有去参与包抄，想必是找了个借口，谎称机器出了故障，这才得以留守飞机。因为这个家伙没鼓捣两下，就不安的朝四周张望，生怕有冷枪打向他。这自欺欺人的一幕，仿佛肥皂剧当中的演员端着一只空碗，在煞有介事的往嘴里扒饭。但在专业人士的眼中，这不过是拙劣的把戏罢了。 这个看似驾驶员的海盗正是如此，他毫无全身心投入抢修机器的紧张状态，分明就是在装模作样。哒哒！爆发力十足的子弹带着厚重的咆哮，窜向了准星直线对准的目标。那个假装在维修的海盗眼睛只关注芦苇荡右侧，他以为我最大的可能是踩着稀泥从右侧绕过来伏击他。 而实际上，我是冲着他撅起的屁股开的枪。两颗连珠一般的弹头分别点射在他的两半屁股蛋儿上，质地精良的迷彩服衣料被炸出了不规则的两个弹洞。尽管这个家伙穿着绿色内裤，和 AK 步枪的子弹异常的暴躁，在他雪白的臀部上击打出了两朵乌,乌黑的斑块，枪眼儿像突然睁开的眼睛，血流汩汩。 中弹的海盗立刻失去了重心，身体往前栽去，顺着机头的弧线滑进了草巢。我压低了明晃晃的刺刀，起身朝中弹的目标跑去。湖水从我胸膛渐渐退去到膝盖，然后退到了脚踝。敌人臀部那两片支撑着身体的盆骨，估计是被子弹打碎了。他高阶位瘫痪那是免不了了，但一时还不会死，因此。 撕心裂肺的哀嚎是必然的。为了制止这种噪音，我把闪亮的刺刀对准了他的咽喉，狠戳了一下，鲜血顺着他的脖子向两侧蔓延。其实这也是主动送他一程，让他在面对上帝之前少遭受一些痛楚。果不出我的预料，直升机根本没坏。我摘下了后背的狙击步枪，快速的坐进了舱位。 反手关闭了舱门，降落的铁鹰四片螺旋桨又开始旋转，速度逐渐加快，直到发出了一阵嘟嘟嘟嘟嘟的响声。眼角两侧的景物慢慢下沉，在到达一定高度的时候，又推动前进杆。直升机头也不回，义无反顾地朝芦苇荡尽头的山壁撞去。搜索到芦苇荡前沿的几个海盗一定会大吃一惊。 至少他们在短时间之内肯定没有办法确定是谁在驾驶飞机。当然了，他们更想不到，只这么一阵儿的功夫，我就和他们交换了位置。我现在已经脱去了狙击伪装，戴上了海盗驾驶员的帽子和眼镜，挺胸抬头，开足了马力，朝芦苇荡与山坡相连的方向飞去。为了迷惑芦苇荡中的九个海盗。 我在飞行的途中，故意朝湖中央扫射了几百发超载型重机枪子弹，误到芦苇荡里的敌人。无数条炽热的火线像恶魔的皮鞭，抽向了深不见底的湖心。然后，直升机忽地向左俯冲，沿着芦苇荡中心线扑去。长久以来，我只能地面上作战。 此时呢，突然高高在上俯瞰四面叠翠的群山、明镜似的湖泊，以及正下方浩渺的青纱帐，真有一览众山小的感觉呀、啊！从来没有过的快慰感袭上心头，这让我欣喜若狂。飞行员的小帽很有个性，两侧拖布护在耳朵上，还有咖啡色的眼镜，把整座岛屿置入一个血色世界。 难怪这几个家伙在直升机里拼命的追我呀！这简直就是在狩猎。芦苇荡里的九个海盗高跳着向我挥手欢呼，他们以为啊，这个队友身手不凡，想在他们之前干掉了潜伏在芦苇荡里的狙击对手。我按了按其中一个黄色按钮，上面写着 “track”，又按了按一个黑色按钮，上面有 “target” 字样。 最后剩下一个标着 “fire” 的红色按钮，显示器上一个叠加的正方形光标由灰色变为绿色，示意我对焦成功。中间的十字光标开始闪动，我知道我已经成功地锁定了目标，只待按红色按钮发射。一个身着米黄色迷彩服的海盗急得朝天鸣枪，示意我立刻降下来接载他们。 随着我的嘴角泛起一丝冷笑，一颗大玉米穗似的导弹“嗖”的一声，喷着蓝色的火苗朝他的胸膛钻去。这个家伙的反应速度极快啊！憋红的脑门上霎时转变成白色。这一刻，他充分意识到自己的飞行员同伙已经被对手干掉了，敌方正操控着头顶的飞机。 微型导弹犹如一只追逐飞虫的燕子，在空气中蛇形飞翔，眼看着撵上了这名转身奔跑的海盗。一枚微型导弹的冲击力，岂非人的力量可以躲避啊？就算微型导弹不爆炸，照样可以在他的身上戳个茶碗大的污血窟窿，贯通前胸与后背。随着“轰”的一声巨响过后，翻出一朵黑色的蘑菇。 空中降落起泥水和草芥，如同下雨一般。烟火在多汁的苇草上很快燃烧了起来。那个身穿米黄色迷彩服的海盗，四肢和头颅炸得四下乱飞，落进了厚厚的芦苇荡，不见了。我拇指按动机枪发射器，嘟突突突突突突突，鹰隼般犀利的直升机立刻吐出了密集的子弹。 朝其余的几个海盗横扫了过去。几个脚骨受伤的海盗见到直升机反戈一击，顿时吓得脸色煞白，乱了阵脚。其中三个海盗把枪当作拐杖，一瘸一拐地抱头鼠窜，没命地朝芦苇荡深处钻去。可惜疾驰扑来的子弹不给他们逃跑的机会啊，毫不留情地将他们撕裂了。我驾驶着直升机。 宛如骑着一匹披甲战马，横踏过敌人的身体，如入无人之境。但后面还是飞来了还击的子弹。几个残存的海盗猫在厚厚的芦荡中，手持 M 幺六自动步枪朝飞机的尾翼拼命的射击。我坐在舱内，也真的是捏了一把冷汗。万一被敌人击中尾翼的螺旋桨，直升机就没有办法掉头，没有办法再进行下一轮的空中打击。 可是，这架直升机的构造实在是太完美了，对地面垂直向上的打击有很多的防御装置。迅速的调转过直升机，再次直面敌人，五个环节的海盗又得面临新一轮的生死扫荡。两个身着绿色迷彩的家伙，张大了极度惊恐的眼睛，看着呼啸着冲过来的直升机，又彼此对视一眼，心照不宣的丢下了武器。 朝浓密的芦苇荡里没命的猛跑、猛钻，试图躲避死亡的追杀。